岁了，已经六岁。爸，那个有两个鞋盒。今天跟谁来？跟妈妈、妈妈还有爸爸。哦，来鼓掌来。来，给这个六岁的小弟弟鼓掌。这个六岁小弟弟只知道他住在两个斜坡的地方了，但是他知道马英九是偷偷摸摸把台湾要卖掉，所以他呼吁有更多的台湾这个人民来到这里来守护台湾。谢谢这个六岁的小弟弟啊，谢谢六岁小弟弟。阿公，啊，喂，高明明，阿公，阿公，伊朋友大家好，这六岁囡仔，哦，这人阮孙才搞，我甲他送就是，国家有救啦。现在恁家老尔啦，六岁都比咱较老啦，真正吼、喔，这个台湾，哦，这只海狗、垃圾狗、乌狗，我让阮安尼大家共来取笑。啊，阮若有着你吼，阮真正歹过日子。你这何处都卖去，你已经订了订遐济啊，你是气要死呀？啊，我咧讲话无甲来好听，但是真济人真爱听，因为。因为你这个好事，你这么红的较济，太阳能较济，迄屏东的饲鱼啊，迄鱼骨啊，甲创个太阳能的，人工伊咧共买，无影，共骗，互人落去六百万买，爱地泡沫，迄屏东要死死啊，迄个太阳能创的，电池的清气。现在台湾头、台湾尾，包括皮湖，迄个普拉皮啦，迄一支普拉皮啦，我听人讲，一个针头，一百支还着减掉一百针的针头啊，上清气，面对台湾是海岛，你这个要求高，你头头要摆。所以阮老母哦，讲好啊啦，当然啦，卖做啊啦，只是干没有人驻场，做得死哦。当你话，我先甲你讲，你的老母安怎困死？你逐天防酒厂，现建议有咧咧，甲笑的同款。怎么还跟外国人笑的啦？唔敢出来啦，对吧？在靠啦，这个国家吼，恁国家吼，有西北流啦。这个国家吼，好好一个国家，台湾的人人才真济，台湾的人全世界上强。阮的人才，讲袂了，王建明、陈伟英、曾雅妮，讲袂了。阮的人才，全世界人拢敢比一支哦。啊，恁这建设，恁这建设，恁安尼哦，吃台湾，就许有啥物效用啊？许唔正经。你妈村里边这以后要给咱七八百万啦，你红的，对不？我用这个先打通嘛，对。你不就是好卖面？你做一个中国人，登登去啦，拜托了，那就叫六岁啦。六岁，啊，你是高级的，你把我骗下，我骗你给他学啦。哦，所以国民党在电视，我的小组是在办公，西线话在。你们的民进党这阵对你，我阿公真这对你啊。阮要出钱，阮就要天标啊！伊个幺八叉，一日干，恁个国会要求是伊个，我国民党个政府，遐个执政执顺啊！恁幺八叉，恁知无？好一项无叉，两个政治嘛叉，什么个贪腐，恁只贪腐多啦！阿扁也无贪啦，阿扁也逼你做超过恁只招到来五十年。我跟你说101阿扁去的高铁一哥三哥四哥五哥水山隧道八卦山隧道高雄的捷运啊
然后